学，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二啊，复以第二及第三对戒受生同意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个几段呢，给我们讲的是受生同意，住根满缺，端正丑陋，苦乐不同，这些全都是属于满意。那我们在此地跟诸位先总说一句，这个对于我们关系太大了啊！前面别观呢，第一条啊，就是前面的两对，说去善恶啊，我们就要懂得人生在世间，现在人常讲价值观，活在这个世间究竟为的是什么，不能不知道。真正觉悟的人，人活在世间呢，要提升自己的灵性，这个就有价值了，就有意义了啊！不断向上提升，这就对了。满意重不重要呢？也重要啊。满业是我们到人道来，到人道来是营业。什么业引导呢？五常五戒。五戒诸位都知道啊，五常是儒家讲的，仁义礼智信，跟佛法上所讲的五戒呀，这个意思相同。佛法讲不杀生，不杀生是仁呐，不偷盗是义呀，不邪淫是礼呀，不饮酒是智。不妄语是性啊，所以儒家讲仁义礼智信，佛法讲五戒，意思都相通。过去生中，我们大家都修了这个业因呢。在这一生当中遇到缘了。这个业因成熟了，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生。可是得了人身之后，每个人相貌不相同啊，有人相貌很端正，有人相貌很丑陋，体质不相同，有人很健康，有人多病啊，有人六根具足，有人身有缺陷啊，我们今天讲残障，
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不相同呢？这不相同是属于满业，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业感得的果报啊。啊，这业因果报说起来就非常复杂。啊，你看看大乘教里面，啊，佛给我们说的，菩萨修行成佛了，啊，那个成佛是什么？隐业，啊，也就是说，菩提心修成。啊，念念起心动念呢，都与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相应，念念相应呢，这是佛的营业成就了。佛营业成就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，哦哟，佛有32相80种好，那是于满业。啊，满业怎么办呢？你看看成佛之后，这些人还要用100劫的时间专门修相好，啊，修32相80种好，每一个相好都有因呢。相好是果报啊！啊，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啊，理由很简单，他成佛之后啊，他要兑现他的誓愿。啊，誓愿里面最重要的就头一条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众生都喜欢相好，所以相好就是戒引众生的最好的手段呐。啊，佛菩萨要修相好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发心学佛，啊，自行化他，相好重要啊！相好怎么修呢？《弟子规》就是修相好，德行嘛。这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儒家的所谓是以礼三千呐，啊，佛家的三句境界都是修行好的。善因得善的满意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发心教化众生，我们的仪表啊，佛法讲威仪啊，不能不讲究啊！啊，容貌不能不讲究啊！
不是叫你去化妆啊。世出世间法都讲境随心转，我们的心纯净纯善，这个相貌就现出来了啊。气氛，这个现在讲波，我们这个人身上有波动啊，啊，中国人讲气呀，外国人讲磁场，磁场好，让人接触到的时候，他感觉到非常舒畅，善的磁场，不善恶的磁场，人家接触你，感觉到你寒毛直竖，恐惧，我们常讲杀气。真正能叫人感觉感受到啊，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这个满意，满意无论是善或者是不善啊，像此地所讲的根是具足还是欠缺啊，端正还是丑陋啊，你的生活状况是苦还是乐，这都属于满意。一般来说呢，40岁之前是你虚实造作的这个善恶业力量很强，你受它的影响，就是受前世的影响。40岁之后啊，前世影响的力量慢慢慢慢就微弱了。这一生当中，就是你从生下来到你40岁，这40年你的造作，40岁以后啊，统统现前了。这个现前，佛门能称花苞。所以这个看相算命人常讲啊，40岁之后啊，你这个体质容貌啊，你要自己负责。那个不是先天的，后天的。这些话呢，很有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往往看到，这我就看到不少啊，人在40岁之前端庄啊，美丽啊，这个女孩子人人看到都喜爱呀。这个结婚之后到三四十岁呀，面貌变得很丑陋，心情也不好，真的会变。他这个年轻时候是过去生中的那个善业，他这个福报现前了，可是在这一生当中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。享福里面呢，造作了恶业，贪嗔痴慢都现前，所以到40之后啊，这个面貌就变得，不是以前那么样好看了，变了，跟他年轻的时候照片拿来看的时候，像两个人一样。我曾经看到一个印象非常深刻，
啊，使我们想到这个佛在经上讲的真的是有道理啊。四十岁之后啊，你自己的相貌，你自己的体质啊，你自己的苦乐要自己负责，是你这一生当中所造善恶业因浮现出来的果报。学佛的人、念佛的人、修行的人，哦，很容易看得出来。啊，四十岁之前跟四十岁之后，那很强烈的、啊、很明显的显示。啊，如果你留有照片，那就更明显了，这就完全更能看得出来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报一般讲，晚年的佛报是真的，年轻人佛报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年轻人受一些苦难，不在乎，有体力了，年轻了，能受得了啊！啊，年岁大了，体力衰了。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福报，福报都是年轻时候享尽了，哦，那真是苦不堪言啊！啊，那才叫真可怜呢！啊，所以懂得这个道理，宁愿年轻时候，什么样苦头在年轻时候吃尽啊，修福晚年享福啊，啊，晚年有人照顾啊，啊，生活不缺乏啊，身心安乐，这个才叫真正有智慧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讲求的。我们把这段文念一念，佛一第二及第三对，这个第二对就是受不知报，报不知受。第三对是心不知受，受不知心。啊，这个两对呀，来皆受生同意。初对呀，以名言种对所生处；次对呀，以名言种对能依本实。那么这个是第二跟第三，总结受生的同意。受生同意前面跟诸位说了，讲过了，同样是在这一道。这一道里头的受生这个现象由胎卵石化了，不一样啊！你再仔细观察，啊，特别是在现代，啊，就是到人道来，人道来受生，啊，同，这是正常的受胎，
出来。啊，不正常的现在有啊。啊，有人工受孕的。啊，这是不正常啊。啊，你想想破腹生产的，这都不正常。啊，它不是自然的。都有过去生中的业因。这一生当中啊的虽然同样到这一道来，他受生不一样。啊，这是六书。啊，细说微细相那说不尽啊。佛知道啊。那个时候这个世间无所谓科学。佛把这些事情说得这么清楚，啊，说到我们现在都难以相信，啊，就是以人道来说，这个神识去投胎，佛说。他投胎在母亲子宫里面，啊，每七天是一个什么状况，佛都讲得清楚啊。啊，好像佛那个眼睛是透明的，看到了。啊，他在母腹当中慢慢的长成。啊，第一个七天是什么状况？第二个七天是什么状况？啊，第三个七天，啊，一直到他出生。啊，在胎中，佛经形容为胎狱。母亲喝一杯凉水，他就像在寒冰地狱；母亲喝一杯热茶，他就像在拔热地狱。苦不堪言啊！啊，这十个月下来，把前世的事情啊忘得干干净净。这是佛在经上说的，而不是像中国这个道教里面所讲的，这个投胎啊，在这个转轮王殿里面喝了这个孟婆汤，啊，孟婆汤叫迷魂汤啊，把前世的事情都忘记了，不是的，佛不是这样说法的，啊，佛说法的时候，在现在科学来讲非常合理。他是在胎狱里头非常非常痛苦，人经过很大的这个痛苦啊，会把前面事情忘掉。啊，那么还有一种人堕胎的，那这个也都是顺于一同啊。这种人的事能够记得前生的事情，啊，他在母亲受胎的时候，他没受苦，啊，为什么没受苦呢？在母亲做胎的不是他，啊，他在出生的时候啊，出生，他的神识就离开了，就死了。那么这个神识与他有缘，就借他这个身体。啊，所以坐胎的时候是一个人，出胎的时候又是一个人。
啊，这个人的时候没有这个坐胎这个苦，所以啊，我们讲借身呢，借他这个身这个小孩的身体呀、啊，他来了，也是跟这个父母有缘。啊，也跟前面这个神识坐胎这个神识也有缘，啊，借他这个身体，啊，那么这个小孩出世，啊，他会感觉到他原来是个大人，怎么一下变成小孩？啊，虽然清楚啊，他吓呆了，他也不敢讲，啊，可是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能记得前世的事情，记得很清楚。啊，受生同意。哎，这讲受不知报，报不知受，受啊，心不知受，受不知心啊。再看这第三段，复以第三及第四，啊，这个第三对跟第四对，即苦乐不同，即端正丑陋，端正丑陋，这是因不知缘，缘不知因，心不知受，受不知心，初对观现受时，次对观苦乐因，苦乐因是因缘的，啊，现受时是受苦受乐，啊，这个两对，自对观苦乐因，即彼言痴，啊，皆由缘令义。下面说得好，为神业因，成苦乐果。一成人因，成言痴果。这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做的这个因，损人一己，也是利啊，啊，我们常讲损人利己。这是苦因啊，不是乐因啊。翻过来呢，损己益人，乐因。苦乐是这么来的啊。啊，我们要想在这个一生当中得乐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佛法教我们布施，布施是舍，啊，舍财，啊，帮助别人，以财帮助别人，自己得乐，啊，物质生活不缺乏，
以法帮助别人得聪明智慧，以无为帮助别人得健康长寿。这个无为帮助别人最明显的素食，不杀生啊，要从意念里面不伤害一切众生。这个不伤害连言语行为啊，言语里面不说人过失啊。你看看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头教导我们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。啊，他非我不非呀，就他有过，我没有过。说人过失就是伤人，你得的果报就苦啊，你不会得落啊。许许多多人做好事做善事，口业错了啊，常常喜欢讽刺别人批评别人说别人过失，他所修集那个善因呢，全从口业里面漏掉了。做善不能得善报，漏掉了啊！最容易漏失的，所以戒经里面佛教导我们：守口如瓶，防意如尘啊！教导我们呢，修这个戒定慧三学。啊，身口意的三业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因果的事实真相，我们自己就会很认真地学习啊，帮助别人尽心尽力，不要有顾虑啊，你才能做到圆满功德啊。如果帮助别人常常还有顾虑，你所修集的这个因就不圆满啊，你所得的这个果报就不殊胜啊，不是没有，有啊，很小啊，得来也很辛苦啊。如果你是全心全意去做啊，绝无后顾之忧啊，今天布施完了好很快乐，明天有没有，明天还没到，不去想明天，那你得的这个落就自在，就圆满啊。所以这个我在讲习里头也常常讲啊，谚语所谓是损人利己，我不承认这句话啊，我说损人决定不利己啊，利人呢才真正是利己，跟此地讲的相应呢啊，利他是真正自利啊，损他是真正自害啊
损他利己，自己眼前得的是小利，后面有大苦。损己利他，眼前吃的是小苦，后面有大乐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容貌的美丑，身体的健康，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的诚仁应，如果事事都能忍，你的容貌好啊，你的体质健康啊，从忍辱来的。如果嗔恚呢，你的容貌就不好看了，你的身体不健康啊。佛法里说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以前我们在新加坡，许哲居士告诉我，发一次脾气，五分钟，大怒发一次脾气，这个身体三天才能恢复正常。所以，你一发脾气，别人有没有受到伤害呢？受到伤害很少啊。我常说，你发脾气，谩骂别人，侮辱别人，回谤别人，别人受害只有三分，自己受害七分。你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做错了。你自己伤害自己身体，自己改变自己凶恶的相貌啊。翻过来看，能忍辱的人，再大的侮辱，心地清净平等，如如不动，他没有受到伤害。如果他还有正觉慈悲，他在忍辱度里面提升了自己，没有嗔恚，生怜悯心，没有报复心，还有感恩的心。我是一个修行人，我愿意接受他的考验。他以这个态度来对我，我像学生，他像老师，他来考试我。我这一关通过了，及格了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报复，通过了。所以我还感恩，为什么感恩呢？我升级了。
我这个升级是因为他帮助我的。就如同释迦牟尼佛修菩萨行的时候，修忍辱波罗蜜，一般人称他做忍辱仙人。遇到高丽王割截身体，那真是冤枉啊，误会啊，被割离王凌迟处死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忏悔，没有报复，而且还发愿，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，为什么报你的恩？什么恩呢？把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间提前了。这是佛在经上说的，释迦牟尼佛在贤劫千佛当中啊，他是第五尊呐，弥勒是第四尊呐。因为割离王割截身体这个大功德了，大忍辱啊，把他成佛的时间提前，他做第四尊，弥勒佛要推到第五尊。所以事出事法里头啊，说真的没有善恶，完全在你自己用心，你要会用心，恶的转成善的，不会用心，善的转成恶的，善转恶是人家是善意，我们猜疑，我们对他有疑惑，把他的善意啊错解了，这是一类也。我们遇到，最明显的是前些年我们在新加坡办这个培训班。第一届，中国大陆来了9位学生，他们对于这个居士林怀疑，对这个林木园怀疑，对我也怀疑，怀疑什么呢？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到底有什么企图？目的何在？这几位同学天天开会讨论的，来研究我，搞了一个半月，我们这一个学期只有3个月，糟蹋一半的时间。到后来搞清楚什么，我们什么目的也没有，什么企图也没有，对人好是应该的嘛，不是对他这几个，对哪个人都一样嘛，搞清楚之后这些人痛哭流涕在磕头忏悔我错了，承认错了，可是我们学习的时间的时候缩短了一半，这是什么误会？过去没有遇到过，突然之间遇到了，免不了怀疑。我们是亲身经历的，类似这些事情太多了，我们也算以真诚待人，
人家也怀疑对我们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还是一片真诚，永恒不变。啊，那么看他烦恼习气轻重，看他的这个善恶缘分的影响，总有一天他会回头，总有一天他会觉悟。啊，跟我们往来不是坏人，没有目的，没有企图。啊，一片真诚。那么他这些不善的行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考验，来测验我们忍辱波罗蜜到底有没有功夫啊，来检查我们的六波罗蜜四无量心啊，那么在这个严格检查当中我们及格了，通过了，所以我们对人家的误会啊，侮辱毁谤啊，真的真诚的感谢啊，我们知道自己境界真的提升了啊，你是在从前30年前40年前初学佛的那个时候要遇到这些侮辱，心里头还是有痕迹啊。虽然知道要忍辱啊，心里头还不平啊。啊，那么这几十年来，现在遇到这个环境，心里面痕迹都没有。啊，你不遇到这个境界，不知道啊，不晓得自己这个境界提升到什么样的等级。啊，这境界现前才自己真正知道哦，自己到什么样境界，好处很多啊，我们念佛往生呢，自己真的有把握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违背经典的教诲啊，不违背佛菩萨的教训对于宇宙人生的实相性相离世因果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了，心开意解，法喜充满了啊！所以善人是我的老师，恶人也是我的老师顺境是我修行的道场，逆境也是我修行用功的道场。顺逆不二啊，善恶亦如啊，你说这种境界，多殊胜，多么美好啊！所以，佛讲。一切法从心相生啊，心能转境界，而不是境界转心的，这个样子满意啊，自然就美满了啊。我自己40岁之前吃尽苦头啊，受苦受难啊，
学佛之后晓得，前生满业没修啊，特别是财布施，这个无为布施没有做，大概只修了一点法布施，所以这一生当中啊，年轻的时候还有一点聪明智慧，能够辨别善恶，善恶利害啊，有能力辨别。生活非常苦啊！26岁接触的佛法，才真正改过自新，知道自己的毛病，学改过。我这个改过自新啊，得力于了凡四训，得力于这朱金周老居士把这本书送给我，我刚刚接触佛法，这个书我读了之后感慨万千，了凡先生所有的过失我通通具足，他的长处我都没有，从这个地方觉悟了，醒过来了，改过自新，断恶修善，所以到50岁的时候，那个运呢，真的转过来了，连相貌体质都变了，很明显了，我自己并不知道，那有个学佛的老先生，年岁比我大，至少要大十几20岁。这个老居士告诉我的，他说法师，你这个变了，相貌变了，音声变了，体质变了，这都是属于苦难当中改过自新所得的结果。那么孙仪成人不能不留意，要在这上下功夫，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古人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，我相信你也能做到，谁肯做谁得这个果报，你不肯做不肯相信那就没办法，佛菩萨都帮不上忙幕后这一段第四段，佛以第四及第五对，第四对是因不知缘，缘不知因，第五对是智不知进，进不知止，这个两对呀，皆诸根满缺，亦有满业因缘，有损他、疑他之意。
这一句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是伤害别人，还是帮助别人？啊，这个都是总说，细说，细说不尽。啊，尘六根满缺的果报。现在时间到了，这一段呢，我们下一堂课的时候再跟诸位研习。